炉香赞，炉香乍热，法界蒙熏。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皆祥云。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那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行如来真实道，愿证如来真实境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36，十地品第26-3，第四地。佛子闻此广大行，可乐深妙殊胜法，心皆踊跃大欢喜，普散众花供养佛。演说如是妙法时，大地海水皆震动，一切天女咸欢喜，稀土妙音同赞叹。自在天王大心庆，与摩尼宝供养佛。赞言：佛为我出兴，演说第一功德行，如是智者诸地异，于百千劫甚难得。我今忽然而得闻，菩萨盛行妙法音，愿更演说聪慧者，后地决定无余道，利益一切诸天人。此诸佛子皆乐闻。勇猛大心解脱月，请金刚藏言：佛子，从此转入第四地，所有形象愿宣说。尔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摩诃萨第三地善清净矣，欲入第四宴会地，当修行十法名门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观察众生界，观察法界，观察世界，观察虚空界，观察实界，观察欲界，观察色界，观察无色界，观察广心信解界，观察大心信解界。菩萨以此十法名门，得入第四宴会地。佛子，菩萨住此宴会地，则能以十种智成熟法故，得彼内法，生如来家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身心不退故，于三宝中生净信，毕竟不坏故，观诸行生灭故，观诸法自性无生故，观世间成坏故，观因业有生故，观生死涅槃故，观众生国土业故，观前际后际故，观无所有尽故，是为实。佛子，菩萨住此第四地，观内身寻身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；观外身寻身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；观内外身寻身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。如是观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寻受观，观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寻心观，观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寻法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。复次，此菩萨未生诸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，以生诸恶不善法为断故。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，未生诸善法为生故。
欲生勤精进发心正行，以生诸善法为助不失故，修令增广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行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欲定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，修行精进定、心定、观定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信根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信力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念觉分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则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已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正见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菩萨修行如是功德，为不舍一切众生故，本愿所持故，大悲为首故，大慈成就故，思念一切智智故，成就庄严佛土故，成就如来力，无所畏，不共佛法，向好音声悉具足故，求于上上殊胜道故，随顺所闻甚深佛解脱故，思维大智善巧方便故。佛子，菩萨住此宴会地，左有身见为首，我、人、众生、寿命、运、界、处所起执着，出没思维，观察智故，我所故，财物故，着处故，于如是等一切皆离。此菩萨若见业事如来所呵，烦恼所染，皆悉舍离。若见业事顺菩萨道，如来所赞，皆悉修行。佛子，此菩萨随所起方便会，修习于道及助道分，如是而得润泽心、柔软心、调顺心、利益安乐心、无杂染心、求上上圣法心、求殊胜智慧心、救一切世间心、恭敬尊德无伪教命心、随所闻法皆善修行心。此菩萨知恩、知报恩、心即和善、同住安乐、只执柔软、无愁临行、无有我慢、善受教诲、得说者意。此菩萨如是忍成就，如是调柔成就，如是寂灭成就，如是忍调柔寂灭成就，静至后地业，作意修行时，得不休息精进，不杂染精进，不退转精进，广大精进，无边精进，赤然精进，无等等精进，无能坏精进，成熟一切众生精进，善分别道非道精进。是菩萨心界清净，身心不失，悟解明利，善根增长，离世垢浊，断诸疑惑，
名断具足，喜乐充满，佛亲护念，无量智乐皆悉成就。佛子，菩萨住此宴会地，以愿力故，得见多佛。所谓见多百佛，见多千佛，见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那由他佛，皆恭敬尊重，诚事供养，衣服卧具，饮食汤药，一切资生悉以奉施，亦以供养一切众生，以此善根，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彼佛所恭敬听法，闻以受持，具足修行，复于彼诸佛法中出家修道，又更修至身心信解，经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，令诸善根转复明净。佛子，譬如金师炼制真金，作庄严具，于所有金皆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住于此地所有善根，下地善根所不能及，如摩尼宝清净光轮能放光明，非诸余宝之所能及，风雨等缘悉不能坏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住于此地下地菩萨所不能及，众魔烦恼悉不能坏。此菩萨于四摄中同事偏多，十波罗蜜中精进偏多，于非不修，但随力随分。佛子，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四宴会地。菩萨住此地，多作须夜摩天王，以善方便能除众生身见等惑，令住正见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如是一切诸所作业，皆不离念佛，不离念法，不离念僧，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，复作是念：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、为圣、为殊胜、为妙、为微妙、为上、为无上，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。是菩萨若发勤精进，于一念请得入异数三昧，得见异数佛，得知异数佛神力，能动异数世界，乃至能示现异数身，一一身异数菩萨以为眷属。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示现，过于此数百劫千劫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，不能数之。尔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言：菩萨已净第三地，次观众生是法界，空界、实界及三界，心界悉了能去入，使登焰地增势力，生如来家永不退，于佛法僧信不坏，观法无常无有起，观世成坏业有生，生死涅槃差等业，观前后继亦观尽，如是修行生佛家，得是法已增慈悯，转更勤修四念处，深受心法内外观，世间贪爱皆除浅，菩萨修至四勤行，恶法除灭善增长，神足根力悉善修，七绝八道亦如是，唯度众生修彼行，本愿所护慈悲守，求一切智及国土，意念如来十种力，四无所谓不共法，殊特相好深美因，意求妙道解脱处，极大方便修行彼，身见为首六十二，我及我所无量种，蕴界处等诸取着，此四地中一切离，如来所呵烦恼行，以无毅力皆除断，
智者修行清净业，唯度众生无不作。菩萨勤修不懈怠，既得实心皆具足，专求佛道无厌倦，至期受旨度众生。恭敬尊德修行法，知恩义悔无运报，舍慢离产心调柔，转更精勤不退转。菩萨住此宴会地，其心清净永不失，误解决定善增长，以往垢浊悉皆离。此地菩萨人中圣，共纳由他无量佛。听闻正法易出家，不可举坏如真金。菩萨住此具功德，以致方便修行道，不为众魔心退转，譬如妙宝无能坏。住此多作厌天王，于法自在众所尊，普化群生除恶见，专求佛智修善业。菩萨勤加精进力，或三昧等皆艺术，若以愿智力所为，过于此数无能知。如是菩萨第四地，所行清净微妙道，功德意志共相应，我为佛子以宣说。第五地，菩萨闻此圣地行，于法解悟心欢喜，空中雨花赞叹言，善哉大士金刚藏，自在天王与天众，闻法踊跃住虚空，普放种种妙光云，供养如来喜充遍，天诸才女奏天乐，亦以言辞歌赞佛，悉以菩萨威神故，于彼生中发誓言，佛愿久远今乃满，佛道久远今乃得，释迦闻佛至天宫，立天人者久乃见，大海久远今始动，佛光久远今乃放，众生久远始安乐，大悲音声久乃闻，功德彼岸皆已到，娇慢黑暗皆已灭，最极清净如虚空，不染世法犹莲花。大摩尼尊现于世，譬如须弥出巨海，供养能尽一切苦，供养必得诸佛智，此应共处共无等，是故欢心供养佛。如是无量诸天女发此言辞称赞已，一切恭敬喜充满，瞻仰如来默然住。是时大士解脱月，复请无畏金刚藏，第五地中诸形象，唯愿佛子为宣说。尔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，佛子，菩萨摩诃萨第四地所行道善圆满矣，欲入第五难胜地，当以十种平等清净心去入。何等为十？所谓于过去佛法平等清净心，未来佛法平等清净心，现在佛法平等清净心，界平等清净心，心平等清净心，除见已毁平等清净心，道非道智平等清净心，修行智见平等清净心，于一切菩提分法上上观察平等清净心，教化一切众生平等清净心。菩萨摩诃萨以此十种平等清净心得入菩萨第五地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第五地矣，以善修菩提分法故，善净身心故，复转求上圣道故，随顺真如故，愿力所持故，
于一切众生慈悯不舍故，积极福智助道故，精勤修习不息故，出生善巧方便故，观察照明上上帝故，受如来护念故，念智力所持故，得不退转心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此是苦圣地，此是苦集圣地，此是苦灭圣地，此是苦灭道圣地，善知俗地，善知第一义地，善知相地，善知差别地，善知成立地，善知世地，善知生地，善知尽无生地，善知入道智地，善知一切菩萨地次第成就地，乃至善知如来智成就地。此菩萨随众生心乐，令欢喜故，知俗地，通达一时相故，知第一义地，觉法自相共相故，知相地，了诸法分位差别故，知差别地，善分别蕴界处故，知成立地，觉身心苦恼故，知事地，觉诸去生相续故，知生地，一切热恼毕竟灭故，知尽无生智地，出生无二故，知入道智地，正觉一切形象故，善知一切菩萨地次第相续成就，乃至如来智成就地，以信解智力之，非以究竟智力之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得如是诸地智矣，如实知一切有为法虚妄诈伪狂惑迂夫，菩萨尔时于诸众生转增大悲，生大慈光明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得如是智力，不舍一切众生，常求佛智，如实观一切有为行前际后际，知从前际无名有爱，故生生死流转，于诸运宅不能动出，增长苦惧，无我无受者，无养育者，无更数取后去身者，离我我所，如前际后际亦如是，皆无所有，虚妄贪着，断尽出离，若有若无，皆如实知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，此诸凡夫愚痴无智，甚为可悯，有无数身已灭，今灭，当灭，如是尽灭，不能于身而生厌想，转更增长机关苦事，随生死流不能还返，于诸运宅不求出离，不知忧畏四大毒蛇，不能拔出诸慢渐渐，不能熄灭贪恚痴火，不能破坏无明黑暗，不能干结爱欲大海，不求实力大圣导师，入魔役愁林，于生死海中为觉观波涛之所飘溺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，此诸众生受如是苦，孤穷困迫，无救无依，无周无舍，无岛无目，无名复义，黑暗缠果，我今为彼一切众生修行福智助道之法，独一发心，不求伴侣，以是功德令诸众生毕竟清净，乃至获得如来实力无碍智慧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智慧观察所修善根，皆为救护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安乐一切众生，哀悯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，解脱一切众生，摄受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，令一切众生普得清净，
令一切众生悉皆调伏，令一切众生入波涅盘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第五难胜地，名为念者，不忘诸法故；名为智者，能善觉了故；名为有趣者，知经意趣次第联合故；名为惭愧者，自护护他故；名为坚固者，不舍戒行故；名为觉者，能观事处非处故；名为随智者，不随于他故；名为随慧者，善知意非意具差别故；名为神通者，善修禅定故；名为方便善巧者，能随事行故；名为无厌足者，善积福德故；名为不休息者，常求智慧故；名为不疲倦者，即大慈悲故；名为为他勤修者，欲令一切众生入涅槃故；名为勤求不懈者，求如来力无畏不共法故；名为发意能行者，成就庄严佛土故；名为勤修种种善业者，能具足相好故；名为常勤修习者，求庄严佛身与义故；名为大尊重恭敬法者，于一切菩萨法师处如教而行故；名为心无障碍者，以大方便常行世间故；名为日夜远离于心者，常乐教化一切众生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勤修行时，以布施教化众生，以爱语力行同事教化众生，示现色身教化众生，演说诸法教化众生，开示菩萨行教化众生，显示如来大威力教化众生，是生死过患教化众生，称赞如来智慧利益教化众生，现大神通力教化众生，以种种方便行教化众生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勤方便教化众生，心恒相续去佛智慧，所作善根无有退转，常勤修学殊胜行法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，世间记忆弥不该习。所谓文字、算术、图书、印玺、地、水、火、风，种种诸论，显所通达，又善方药，疗治诸病，癫狂、肝消、鬼魅、蛊毒，悉能除断。文笔、赞咏、歌舞、伎乐、戏笑、谈说，悉善其事。国城、村邑、宫宅、园苑、泉流、碑池、草树、花药，凡所布列，贤得其宜。金银、摩尼、珍珠、琉璃、罗贝、碧玉、珊瑚等藏，悉知其处，出以示人。日月星宿、鸟鸣地震、夜梦吉凶、身相修旧、闲善观察，一无错谬。持戒入禅，神通无量。四无色等，集于一切世间之事，但于众生不为损恼，为利益故，贤悉开示，见令安住无上佛法。佛子，菩萨住世难胜地，以愿力故，得见多佛。所谓见多百佛、见多千佛、见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那由他佛，悉恭敬尊重，诚事供养，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
一切资生悉以奉施，亦以供养一切众僧，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诸佛所恭敬听法，闻以受持，随力修行，复于彼诸佛法中而得出家，既出家矣，又更闻法，得陀罗尼，为闻持法师，住此地中，经于百劫，经于千劫，乃至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，所有善根转更明净。佛子，譬如真金以砗磲磨莹，转更明净，此地菩萨所有善根亦复如是，以方便慧思维观察，转更明净。佛子，菩萨住此难胜地，以方便智成就功德，下地善根所不能及。佛子，如日月星宿，宫殿光明，风力所持，不可举坏，亦非于风所能轻动。此地菩萨所有善根亦复如是，以方便智随逐观察，不可举坏，亦非一切声闻独觉世间善根所能轻动。此菩萨十波罗蜜中，禅波罗蜜偏多，于非不修，但随力随分。佛子，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五难胜地。菩萨住此地，多作兜率陀天王，于诸众生所作自在，摧伏一切外道邪见，能令众生住实地中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如是一切诸所作业，皆不离念佛，不离念法，不离念僧，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、一切智智。复作是念，我当于众生中为首、为圣、为殊圣、为妙、为微妙、为上、为无上，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。此菩萨若发勤精进，于一念请，得千亿三昧，见千亿佛，知千亿佛神力，能动千亿佛世界，乃至示现千亿身，一一身是千亿菩萨以为眷属。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示现，过于此数，百劫、千劫，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不能数之。尔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曰：菩萨四谛已清净，思维三世佛平等，戒心除疑道非道，如是观察入五谛，念处为弓根利箭，正勤为马神足车，武力坚铠破怨敌，永见不退入五地，惭愧为一绝分慢，境界为香禅图香，智慧方便妙庄严，入总持林三昧愿，如意为足正念境，慈悲为眼智慧牙，人中狮子无我吼，破烦恼愿入五地。菩萨住此第五地，转修圣上清净道，至求佛法不退转，思念慈悲无厌倦，积极福至圣功德，精勤方便观上帝，佛力所加具念慧，了知四谛皆如实，善知是谛胜异谛，相谛差别成立谛，是谛生尽即道谛，乃至如来无碍地，如是观地虽微妙，未得无碍胜解脱，以此能生大功德，是故超过是智慧。既观地以知有为，体性虚伪无坚实，得佛慈悯光明分，唯利众生求佛智，观诸有为先后继，无明黑暗爱缠缚，流转持回苦聚中，
无我无人无寿命，爱取为因受来苦，欲求边际不可得，迷妄漂流无返期，此等可悯我应度。运宅戒蛇诸渐渐，心火猛炽痴暗重，爱河飘转不暇观，苦海轮曲却明导，如是知以勤精进，所作皆为度众生，名为有念有慧者，乃至觉解方便者，习行福至无厌足，恭敬多闻不疲倦，国土相好皆庄严，如是一切为众生，为欲教化诸世间，善知书数印等法，亦复善解诸方药，疗治重病悉令愈，文辞歌舞皆巧妙，宫宅园池悉安隐，宝藏非一闲世人，利益无量众生故，日月星宿地震动，乃至身相亦观察，四禅无色即神通，唯一世间皆显示，智者住此难胜地，共纳游佛亦听法，如以妙宝磨真金，所有善根转明镜，譬如星宿在虚空，风力所持无损动，亦如莲花不着水，如是大事行于世，住此多作都率王，能摧异道诸邪见，所修诸善为佛智，愿得实力救众生，彼复修行大精进，即时供养千亿佛，得定洞察亦复然，愿力所作过于世，如是第五难胜地，人中最上真实道，我以种种方便力，为诸佛子宣说净。高声他化自在天宫，广宣实地亦无穷，行步尽圆融，慧验重重，烁破太虚空，太虚空。